者的心所感受的，身躯所感受的，起心动念，一切拢嘛放下啦，人拢一切爱放下啦。安尼你才会当从生活感觉到极点啦。人啊，从生活感觉到最极点的时阵，安尼你对于声声哦，然后你入定的声声呢，你就入去定的声声，安尼你生活就足调调的，足调调的啊，生活就足调调的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啊，你老实讲，我怎么看？谁家去？伊咧食物件的时阵哦，对大人吃，大人吃的老头坐到尾都食不下去啦。公司一旦派去到派去到到处跑，哦，塞车塞到找公司找不着，你家里吃啊？阿弟咧，我看着同学吃就要菜，我同学吃，我家己怪，哎对啦，我顶下看只食菜，规摆就结落啊，啊，落尾都吃汤吃，上面咧有卫生，上面咧无卫生，上面咧创啥一大堆，啊，阿弟你不能吃，你死你个样，哦，啊我，我，素质的人对吧？面貌素质的，不管你卫生不卫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。